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纤维课的使用，因为有的用户说你到底这个锁不紧，这种把手是快速把手，可以向后拉，这时候来调节它的角度。打个比方，我们这样拧到底没用，这时我们轻轻紧一点，这时候向后拉，角度变化，这样就OK了。